有评论称，美方有关言论的言行之意是中方在磋商中立场倒退，导致目前的磋商出现挫折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，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包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，磋商本身就是个讨论的过程，在讨论过程中双方存在分歧不同意见完全正常，正因为存在分歧所以才要继续磋商，在磋商尚未结束协议尚未达成的情况下何来违背承诺之说？纵观十一轮的中美经贸磋商，究竟谁在出尔反尔，谁在反复无常，大家查一查过往的新闻就会看得清清楚楚。去年五月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达成了共识，